张老师，要演什么节目呢？那咱们还是先来一段曹操与杨修。好，来，掌声，掌声欢迎。关东有义士，起兵讨群雄，铠甲身其身，万幸已死光。何故鲁豫也，千里无鸡鸣，身名百余矣，免之断人哪长。曹操二十年前所做的小事，德祖先生你尽还记得一字不差。杨修岂只是爱其诗文，我是更尽其人，忧国忧民的襟怀日思恶念。你我相见恨晚呐、啊，我生也晚呐、啊。这。谢谢。天津念白四两唱啊，刚才两位大家的表演让我们欣赏到了高规格高水准的念白艺术，但是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觉得不过瘾。大家想不想再听听他们两人的唱腔呢？接下来我们合唱一段传统经典京剧二进宫。好，掌声欢迎，有请。Oh,
心